提问，有一位叔叔，孙悟空是属什么的？孙悟空是属鸡的。错，孙悟空属马，生于公元前578年。因为西游记第三回里，孙悟空看到生死簿里写着石猴该寿342岁，后来孙悟空当了15天弼马温、180天左右的齐天大圣，在老君的炼丹炉又待了49天，天上一日，地上一年，共224年。此时孙悟空566岁。西游记第14回又说，孙悟空是王莽篡汉时，也就是公元8年，被压在五行山下，长生在贞观13年，也就是公元640年，解救了孙悟空，期间有632年，也就是说孙悟空被解救时已经1218岁。公元640年往前推1218年，就是公元前578年马年，所以孙悟空属马。